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为您进行的现场直播节目。今天呢，由我和华以刚老师为您介绍第九届春兰杯决赛，这是三番棋的第一局。好，各位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第九届春兰杯了啊，转眼已经第九届了。那么今天三番棋的第一局，肯定是经过拆先的，这是习惯。是。三番棋的第一局通常是拆先，第二局呢就是倒过来。交换黑白。对，如果有第三局的话，那么我们就还要重新拆先，这是三番棋的这么一个通行的这么个规则吧。是，刚才华老师一说到第九。感觉有些感慨的味道哈。华老师，您这个您在中科学院还任职的时候，第一届春兰杯应该怎么样来开始创办的，您应该是很清楚的。对，春兰公司呢，就是作为咱们的个一个民族品牌吧。它就是最初呢是在这个空调上，这个春兰空调非常有名。后来呢，这个集团逐渐壮大，也涉及到了很多其他的这个领域。那么他们的总部呢是在泰州，江苏省的这个泰州市，跟扬州差不多，现在是合在一起这么个地方。那么这个企业呢，到现在为止呢，还很焕发出这个青春，保持着很好的活力。那么这个春兰公司呢，它呢是也有感于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国际比赛啊，基本上中国的企业没有太出面，对，不像最近的这个有些这个企业开始多起来了。当时的这个企业呢没有成长壮大起来，那么春兰公司呢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挺身而出。是的，当时不要说是我还在了，应该说是陈祖德老院长，还有鲁南也老院长，他们在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春兰杯呢就问世了。那么这个春兰公司的董事长呢陶建信，他也是一个围棋的理解者，他也非常重视春兰的企业文化。他不仅这个连续赞助了这个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而且呢还同时推出这个围棋的这个希望工程，就是说帮助那些想学棋的经济又家庭经济又比较有点拮据的这么些孩子们吧，他又伸出援手，所以呢非常重视这个文化。也是公益的事业。对，然后春兰公司的员工的上下呢也是总给人家一个感觉，就是说办事情非常非常踏实。有底蕴哈，文化底蕴。有底蕴，然后呢，这个做事情呢，非常的朴实。跟现在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作风呢，跟现在的锅巴条所提倡的这个精神呢，我觉得非常的契合。当然，最初赞助我们这个围棋事业的时候是没有锅巴条的。是的，这是话说远了。是的，那春兰杯当年呢，出台这样一项大赛，也是对中国围棋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一项比赛啊。当然现在我们世界比赛越来越红火啊，雨后春笋一样，有很多项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对春兰杯就感情还是有些。正因为它的这个历史的这么形成的这么个过程嘛，所以大家正如你说的，大家有一种围棋界对春兰有一个特殊的感情，我想这个是很对的。那么我们还有今天有两位主角呢，也有值得我们学习介绍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怎么着也像平常一样，先把棋呢先摆起来。好的，边摆起来之后呢，边摆我们边介绍。好的。黑棋呢，它是以星来开局。这盘棋呢，经过拆先是李世石的黑棋。李世石和陈耀烨这两位对手啊，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可能李世石的名头、成绩各方面可能要略胜一筹啊。年龄当然也是要稍微大一些。我
不是特别赞成你的说法。是吗？赞成你的说法的基本精神。嗯。但是你认为的略胜一筹呢？我不这么认为。是吗？我认为是李世石，无论是从他的资历，嗯，还是得冠军的个数，都大大的超过程耀业。哦，我说的比较保守。说的对李世石稍微有点儿，就是说，这个弘扬李世石的方面还不够，这个是程度还是不够的。是要从这个世界冠军头衔数量来说，那两位棋手确实是相差比较大。因为到现在为止呢，李世石呢，比古力我的印象要多，古力是七个吧？对。他多得多。刚好一倍，14个。14个，然后呢，这个程耀业呢，到现在为止呢没拿过。虽然程耀业这个实力啊，绝对是顶尖棋手了，但是很遗憾，就说还目前为止还没拿到过头衔，但他已经是这是第三回进入了世界大赛的决赛舞台。应当说呢，是有这个说法，就是说，程耀业呢，在国内比赛当中的头衔拿的是很多的。对。并且你比如说，程耀业拿的最多的，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冠军是天元。天元这个非常的，应该是影响比较大呀。五连冠到现在已经是五连霸了。五连冠不去说他，然后呢，他在这个关键是天元的背后呢，联系着这个中韩天元。是。那么中韩天元呢，这个。他也是屡屡获胜。也是屡屡获胜。是。那么这个天元跟咱们的频道关系就深了。天元围棋频道咱们是，这是开玩笑，是个巧合。当然是个巧合了。嗯。那不管怎么着，就是这程耀业呢，这些地方也是很厉害，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啊，实际上啊，拿国内冠军的难度，跟拿世界冠军的难度，其实啊说不清，有可能国内比赛的难度起码来说一点不比国内国际比赛的难度小。您说的这个国内指的是中国？对了，如果是日本可能就不一样了。我当然是指中国了。中国对。我是指中国，也不是指韩国。嗯，这个情况呢，就有一点像，当年我们的就是说国家乒乓球队，对，国家乒乓球队在全盛的时候。知道吧？你比如说，现在已经故去的那个世界冠军庄则栋。庄则栋呢，根据我所的了解，当时他在队的时候，就是跟庄则栋同年同时代的教练，那么这些教练呢都是我的朋友，我都认得，我就问起他们就说啊，庄则栋当年不仅拿世界冠军，主要是队内的训练啊也经常拿第一名。哦。然后呢，全国比赛呢也经常拿第一名，确实是有实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个标志。嗯，你知道美国的这个棒球吗？棒球在美国不是很了解啊。嗯，这个美国人啊，这播音员是这么播的，比如说他明明是美国国内的全国的棒球比赛，嗯，结果呢，比如说是你的队。你的队呢？拿了冠军了。我呢，作为播音员。嗯。哎呀，我就说，哎呀，这个非常庆幸啊！这个祝贺你的队拿到世界冠军啊！哦。其实拿的根本不是世界冠军，那播音员就认为你是世界冠军。他潜意识里已经将潜意识里边国内冠军等同于为世界冠军、就是我美国冠军还不是世界冠军，那受得了吗？对不对？这个就是等于是像潜规则一样，不用说的。嗯。用不着讲，那么就是这么个含义啊，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实力。那么也就换过回过头来再说程耀业，程耀业呢，国内冠军拿了很多，这天元是他的代表，别的冠军也拿过好多个。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就是如果他更早拿到世界冠军，嗯，应该怎么说呢？一点都不奇怪。哦，完全具备这个实力。哎，完全具备实力。嗯。但是呢，他没拿着也是事实。是的，也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也是不争的。哎，这个东西呢，说一句宿命的这个话，这个就是人的命。有没有冠军命是吧？对了，有的是。有没有世界冠军的命？世界冠军命其实就是你的命。是的，
这个棋不是你的水平。但是陈耀烨呢，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他拿过两个亚军，嗯，所以他现在是九段，是这一点不要搞错。根据中国围棋协会直到现在为止还在执行的这个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是从我还在岗的时候已经就是开始实施一个一种段立的段位的奖励制度，就是已经就开始实施了。是，当时的情况呢是说是这样，等于是你拿着一个世界冠军就直升九段。如果两个世界亚军也可以视为一个世界冠军，嗯，但是当时为了鼓励大家呢，就是说国际比赛当中奋勇当先，嗯，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到现在还在用。是两个世界亚军也可以直升九段。那么陈耀烨呢就是这样直升的九段，所以大家看那个这个标牌上看着写的是陈耀烨九段，这句话一点都不错的。李世石呢也是这样，李世石自己的九段他是当年是三段，是在韩国国内只是三段，他当时三段的时候呢他就世界冠军开始啪啪啪的拿，然后后来呢李世石呢中间只当过六段然后再当过九段，嗯，他四段五段七段八段没当过。注意这个就是说都是因为升得太快，即使是段位就是说非常可以说是保守的日本也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情况呢，嗯，当年石田芳夫啊，他拿着了什么呢，拿着了名人本因坊。哦，当年呢没有棋圣战的这个年代，嗯，他拿着了名人本因坊了，已经是最厉害的两个头衔了，最厉害的两个头衔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嗯，在这一瞬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八段。哦，当时呢有一个九段叫岩本勋，嗯，很有名的九段，很有名，对日本棋院贡献很大，是他在晚围棋这个普及的贡献很大，推动也非常大，嗯，他在南美洲建有巴西都建有他的岩本勋的围棋会馆，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淡泊名利吧，嗯，这么一个老前辈，嗯，几乎是把个人的资产都贡献出来，来普及围棋事业。晚年为了挽救日本棋院，他曾经自己掏出个人的腰包5亿日元。虽然日元的贬值比较小，但是五个亿是他送给了日本棋院。有过这么个，这就这么一个岩本勋九段。嗯，这岩本勋九段呢，他也不是什么理事，什么都不是，他就凭着他资格老。嗯，他就说啊，他说我跟理事会提个意见，你们看看行不行？人家也不好说不行，对不对？嗯，他想发个言，有什么好不行的呢？他说，如果像石田芳夫这样的这个水平，嗯，这么一个成绩，如果他都不能是九段，那我都觉得这个我自己的九段的帽子吧，这好像戴得不合适，嗯，觉得戴不住。他就拿自己说事儿。那么这个李世民呢一听呢，这个老前辈这么说，也说得也很好，嗯，那么于是呢就开会专门决定，他们呢不像中国围棋协会一样有一个固定的说法，说你达到什么什么成绩你怎么怎么样，坦率地说从这个法制化还不及我们呢，等于是一个特例，就特例这个石田九段，这个九段是特别授予的，他就特事特办。哦，特事特办，他就愣这么办了。办了之后呢，大家也都承认，就是日本棋院呢，就等于是，等于是像个发一个公告一样的，现在我们公告啊，石田芳夫就是九段了。就是石田芳夫电子计算机的九段就是这么来的，不是通过日本传统的大手和比赛或者升上来的段位赛升上来的，不是。是。好，现在我们这个棋要开始讲了。中国留一百，他呢往上一挂。留布局啊，华老也是现在太流行的布局，大概流行了，我是说最近这十来年最流行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个5-6年时间了，是应该长盛不衰啊，长盛不衰，最早期比较新，在长盛不衰当中他可以说是推波助澜，他自己是比较新的，是的是的，他自己是比较新的，但是他同时呢赋予了这个中国留以年轻的生命。没错，这种长盛不衰的布局啊，它总是不断的在更新，否则它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了，会被更新了。那么如果这招棋，如果说你说这个棋它是变招或者说是更新也好，那么它不更新，我们来说一下它在哪儿呢？不更新是在这儿，小飞，或者呢有些人呢是在这儿
直接来。哎，还有些人呢，一看走这个地方你有这个，讨厌，为了。他而且也不飞了，他干脆就直接到这儿，直接拆在低位的拆二。也有人见过，这个低位拆二有一个好处，你这个点不好点。嗯。你点了它挡住，你压它一长你难受了。嗯。这个跟飞的做这个交换不一样。不一样。如果有这个两个交换，有这个两个交换。它再点就点起比较顺手。哎，点起来顺手。哎呀。因为你走这个形状啊，本身。就是用我们这个陈祖德老师的这个习惯的话呢，是你本身这个形状就肌肉萎缩，这个形状比喻的比较形象啊。哎，你就是说的嘛。嗯。但是如果你这一次两手棋没有交换，这个棋一走被人家一藏啊，嗯，心理障碍较大。黑棋的心理障碍较大。没错啊，你这个地方被人家藏，被人家跳进来，而且这个地方被人家一冲，你也不舒服啊。是的。他有了这个之后，对冲的地方还好点呢。你看。嗯。所以这地方你如果要接上，被人家藏或者飞进去，就总觉得实力有点大。实力有点损失过大了。哎，过大。所以这个地方呢，所以他这拆二的意思是这个。嗯。但现在呢，总而言之啊。速度又快，空又捞得个起劲，嗯，还非要直接点脚，直接点脚呢，挡是当然的一手，对，扳，这个扳呢，中国古棋经有话的，嗯，怎么说？就是我哪个棋经我记得不是很牢啊，你以后你看的资料肯定比我多，没有，你在围棋天地里边这个看的资料比我多，就是中国不知道哪本古书上他这么教导我们。嗯，就是凡三三点脚必争二路之扳，哦，指的就是这个东西，有这么一句，就是二路你是一定要扳的。嗯，点完三三之后，那个它的旁边那个扳你不走，那个脚下点棋理不对，不对的。嗯，那是肯定要扳的，这个只有一扳呢，这个脚才完整。那么这时候呢，黑棋普通是有两个下法，一个下法就是实战的扳下来。嗯，这招棋呢不如说这是很正常的想法，对不对？还有一招棋呢，走这个，这招棋的软弱了。你等于什么意思呢？等于我走的时候你没理。对。我先你就挡住了。对，白棋是先手便宜。哎，那么你再走这个呢，以后就变成这样，我当然要唬住，以后就等于是直接拐了。是的。那么等于白棋啊，咱们棋界的俗话叫已经走着了。嗯。也就是已经到手了。对。就是不要担心以后走不到，这个很重要。而且这样的局面，白棋只有这么一颗孤零零的子，这一代呢，如果说他已经有一个拆二，对，再拐可能心理上还能接受，那还差不多。哎，这边一个子都没有，人家这么简单的一点脚就让他迅速的就不敢安定了，不敢断开，这好像总是有点软弱，嗯，总是要扳下去，他于是接牢，也要接。再飞，再飞出来。所以我觉得进入到这里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啊。对了，好了，下到这里呢，这个时候呢，黑棋的这手靠，可以说告诉大家啊，这手靠是必须要下的。也是要下。你举个例子，你下在这里虽然厚，但是啊，这个被飞出来太大了，太爽了，脚你看都露出来了，而且所有的形状是那么这个线条的美，嗯，效率之高，这是。一般不好接受。如果再反观黑棋，这两个子的效率就有点，对，这个结构有点问题了，有问题了。所以这个肯定是要靠住的。嗯，他冲也是必然的，走完。好，这个时候啊，照以往的下法，嗯，这个棋呢有两个下法，一个呢是直接接牢单粘，哎，还有一个呢是冲了之后再接。再接。我们现在先说什么呢？你先说都不走是什么情况呢？都不走呢，它是这个一。你二挡住是最强的一手，嗯，这个局部的死活。然后这道棋你如果去这么吃它，可能不是特别好，因为你的气啊很紧很紧，它就靠在这儿。然后你走这个呢，它断进来；一走这个，它提在这里。成为这个劫你很重，而且气都很紧。嗯。据说呢，这个地方呢是这样走是金。哦。因为你架不住我再被我冲，对，哎，而且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走别的，只能粘，你也不能走这个呀，你走这个再打你晕过去了，他只能，这里是一个死活的基本功，哎，他只能粘在这儿，接着呢粘在这儿，局部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打结火，嗯，
当然白起呢要做活只能自己做一个眼，只能做个眼。但是这个结注意啊，这个结也学问也是挺深的。当人家走这个的时候，白起千万别性急慌忙的主动要求开结，您先不走也是打结活。那黑棋要吃你也吃不掉，要注意。也一样。哎，一样。所以这个棋不要着急。但总而言之，打劫是打劫吧。嗯。这棋总是你的控啊。对。天晓得呢，当这个点角的时候，现在啊，发明了新的下法了。大家不知道谁啊，发明了这一招棋。这招棋太严厉了。这招棋厉害。太厉害了。没错。也不走角，不补活，直接。啥都不走。贴在你黑棋的后壁上。哎，你走这个的话呢？他现在呢，就是有这个的，也有这个的，都有嘛。对。总而言之，他这个两个棋起到什么效果呢？他脚啊不补了。嗯。哎，你再搬，他走，你还照刚才这一套啊，我就接牢。你不是还接吗？我去走这个干嘛？我不会走这个。多一个先手力。爽了。接牢。死活就不一样了。叫的什么劲啊，我直接在这儿就完了，马上立进活。这好像连这都不行。走这当然也不错的，走这个也可以，直接就把你吃掉了。对，对不对？你再挖了接了，我再直接打吃了。当然走这个嘛也可以，这外边还弄着你的外边的毛病呢，所以这个地方他差不起。嗯，所以呢，今天春兰杯啊，打第九届春兰杯三四名还要下的，这盘棋的隔壁第三第四名两个杰，争夺这个季军。哎，中国的孔杰和姜维杰两个都是杰，杰男，杰出的男子嘛。是，两位杰男呢，他们也在下。结果呢，这个地方的黑白棋我不去管他啊。孔杰呢一看呢，这棋我实在搞不清，他说，他这个棋就立下来了。同样的布局，只下到这里的时候，对，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对，这个形状是一样的。哎，就这个棋一立的话呢，你原则上是要补的。要补了。哎，你这个棋要补，然后孔杰呢一看呢，也别走这些乱七八糟没用了，得了。啊。我老老实实直接在这儿吧。嗯。也不愧为，就是说很本分的一招棋。华老，您看啊，一盘这个春兰杯，两盘棋，今天进行两盘棋都下的是同样的一个布局，没错，他们之前肯定是没有商量过的，对，但是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同样的布局，可见这个布局啊，最近真的非常流行，而且特别巧的是哈，陈耀烨和前不久啊，在不同的比赛上啊，也在进行这样的布局啊，也这样是，而且特别有趣的是，你看这盘棋是李世石的黑棋吧？啊，但是形状颠倒，形状颠倒、是的，就另外一盘棋，它呢是白棋，白棋的形状，白棋的形状，但它今天的选择的呢是黑棋的变化，是。那这个陈耀烨呢也相同，也是形状颠倒，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布局的理解啊，或者选择啊，我觉得是一个挺有趣的话题。实际上呢，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间，当然我们开一个玩笑，就是说流感一来是人人都要得的，对吧？流行嘛，大家都要追赶一下流行。没错，这是流感。好，现在他走在这儿，二十之后呢？虎，这不虎，华老您。这部虎有没有他的有一点意思，他还是瞄着这个东西，他其实含有什么意思呢？你要当心这个棋啊不先手了啊，多了一个虎之后你这个力就有可能不先手，是你走这个的他叫吃，你再走他又从上边拍下来了，有这个概率。对，但是呢当然现在呢大家看到啊，时机呢还是没有成熟的。当你走这个的时候，你还要吃它，这个棋不是被接紧了吧？这个棋如果也被吃，你这里拍是来不及的。它先提掉之后，这个还冲着。对，因为气紧的原因。哎，但是呢，毕竟是走这个呢，也有使它走重的意思。对对对对，起码我拍走是先手。那肯定是先手了，对吧？再补一手肯定是先手。哎，这个你总要承认，而且这个地方呢不用再补棋了，效率呢也还可以，所以他可能心里边就是这么想的啊。不管怎么着，白的一看这里暂时可以不理了，咱们就走这儿。白棋的速度比较快啊。没错，我走在这儿，你走在这儿。拆过来。高拆。
天这盘棋有点意思是啊，浩老，我们印象中啊，陈耀烨他是特别酷爱实力的棋手啊，他对实力的追求啊，曾经令这个韩国棋手崔哲翰是特别头疼，因为他一度对崔哲翰是9-0，9连胜，不得了。对，所以他这个怎么说？他这个有句他这个形容这个棋风啊，地铁流，他说总在捞取实力啊。但是李世石呢，好像棋风呢，并不是特别的钟爱实力，就是比较灵活吧。但这盘棋来看，李世石是比较偏重于实力的，相反，陈耀烨呢，速度比较快。是的。像他一走这个之后呢，这个就考棋出给李世石了。你到底是挂这个，还是挂这个，还是挂这个？几个挂角？三个挂角呢，好像可以考虑。有没有对吧？什么讲究的三个挂角？三挂角嘛，走在这里这一带嘛，人家当然就自动的就跳跳，就是比较和缓了，他也连上了。对，走在这儿呢，也没有特别的讲究。咱们就从一般的棋理来说，当这个星这边拆了大场的时候，如果再加上这个，是好星。好星状。大家记住这个样子啊，先后的次序，星先往一边拆，接着呢再往小飞，如果他还不来，咱就别客气了，咱手脚。这个形状呢，现在是公认的好星，对吧？这个地方一个基本的常识啊，基本常识就是这个形状，你不走我就一个个经营，经营的办法方向就这么来的，一招一招来，你上来直接就走这个不妥，被人家一挂你晕过去了，你马上再飞，你总不能尖在这个山上，是对不对？你要再理难受了，对吧？你所以肯定是要走这个，直接走这个呢，直接走这个呢，有的场合也用，但是在大的场合下偏保守了，好像有点太拘泥于一处了啊。没错，总是通常是走这个，这样的话，所以呢，你既然要走这个，那么我黑棋挂上来，肯定属于没毛病。对。对吧？所以是很正常的，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大场。现在呢，这个李世石呢，他的下法呢具有一定的攻击性。他认为啊，把这个跟你这个两个破子啊，都是我的攻击目标。这个不能看作是个立二拆三啊。对了，实际上这个三个子是要被我攻击的。对了。我就直接开始进攻。这个可以说挂角其实也是一种打入。对。他小飞。小飞。黑白棋小飞，表明了陈耀烨对于厚薄的判断。他表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棋如果是他觉得是进攻，官军在此，草寇快来受死，那么这个呢，用国家队的语言呢，那就是吃饭。吃饭？那当然是我吃饭了。他吃饭，要求吃饭。把你当饭吃。对不对？如果华老，如果我们不看这边啊，对，这边有一个子的话，这种打入进来肯定是要尖顶的。当然是。他因为拆的地方也没了。挂角肯定是要尖顶的。没错，太对了，你这个举例子举得太好，省得我们马棋子了。这个地方你敢直接就这么挂进来，你整个白棋是必然尖顶。对，你整个你就是无视我这个两个子的存在。对，属于太过分了啊，超级没文化，有点太过分了，对不对？对。那我还不收拾你。对对，但是这个现在的场合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实际上呢是双方有默契的。是，所以咱们经常讲围棋为什么是手谈呢？就是手的谈话，知道吧？不需要语言的，不需要语言，在棋盘上就发出来了。是的，这个有这个手谈的这个说法呢，也是公元300多年，离开现在大概2000年了。大约是这个样子啊，要是真有兴趣呢，这个我对这个地方呢还小有心得，不去细说了。好，现在小飞，小飞就是手谈自说，已有2000年历史。哇，可见我们围棋这个确实是源远流长啊。他的发明者呢，提出这个说法的这个人呢，生于公元314年。公元314年，哇，这个要算下来，现在有1800年了，就是2000年吧，你就框算2000年吧，对，就是这么个意思吧。现在他一走呢，他一看要进攻啊，他就觉得这个边边角角啊小了，所以他直接在这儿
这旗也是挺奔放的吧。啊，我觉得这种旗就像是李师师的旗，感觉看起来。没错。嗯，如果他带小飞这种，我觉得可能黑白旗要颠倒。小飞他尖，你再猜一，哎，好像就不像李师师了、啊。对，不像李师师了。哎，他一走之后呢，他要爬。嗯，其实这一带早上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华老，这个尖冲和爬双两个棋手都常考了很长时间啊、哦，是吗？嗯，哎呀，这个真是，所以这叫做看人挑担不吃力呢，对不对？我们摆的时候很快就摆了，我们摆的时候一想，哦，你尖冲，我当然要爬，你看明显嘛，这棋被挡下来还不大吗？是。对不对？而且这个棋被人家挡下来，你下的位置也不对了啊！我在大飞的时候，你不打在这儿，打在这儿，对，那肯定样子有点怪怪的。我们看到之后就觉得是一个，哎，没错，当然的这个进程，没错，就是这么个含义啊。那么现在呢，他当然要爬，爬了之后呢，爬了之后他就尝了这个。爬的时候尝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没有争议。他还要跟你顽强。嗯，这一带白棋是需要处理的。没错，这一带应该看作是黑强白弱吧。是啊，本身是黑棋是比较强的。嗯，但是呢，但是一般也很实战呢、啊，黑棋就走了这个了。就上面这一打不大吗？但是我呢，就是比较想的招都比较熟，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啊，你这个两个子你还想动？嗯，我就想走这个。我也想走这儿。你也想走这里？我也想走这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子两个子究竟能要还是不能要呢？如果不能要，被这么拔掉有点一拔掉的话，这脚不对，马上就死了。脚上不对了。对，马上就出事了。等于留这个死棋。嗯，那么咱们结活可能算得要。哎，我觉得得拐一个。嗯。他查啊，上面根据这个道理还是不能让我吃。嗯，让我一吃，这个一路利又没了。是，你是不是还得要？要的话呢，我呢能够走这个。华老，他要不要先打掉一下？感觉很舒服，能打到吗？能打到。就是爬之前，先打一下。你爬之前走，我觉得我也不会拐了什么渡过，让你冲出来。嗯，对不对？还是在这。但是我看呢，你也有不打的好处。哦。这打看上去很诱人啊，也有不打的好处、啊、也有保留的可能，我们看看为什么。你走这个，嗯，因为你将来藏出来这个地方还有跳点了什么东西，好像有点不一样、哦、当然现在不成立啊，现在不能藏，现在肯定只能走这个，只能顶住。这我就觉得这棋好像黑的好吗？黑的好像就把它封住怎么样？对呀、啊，这个为什么不这么进行呢？嗯，我也觉得这好像我确实怀有疑问，很想这么下。嗯，我这个点跟你的这个想法很一致。这个地方我当我一打，你如果不敢要、不要的话，你如果只敢走这个，那我就算拔掉。嗯，我看这个效果，你看你的眼位怪怪的，是不是啊？你这地方的眼肯定是不好啊，不安定啊。真的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没有去打在这儿。他是要弃子吗？在没有道理啊。走哪儿弃子啊？不管了，你把这边拐出来。这两个不要了。什么地方拐？这两个子干脆不要啊，两个直接。有没有这种可能？那么你就直接拐就完了，没必要交换那两手棋、啊、对，也没必然性啊。嗯，你就愣往这地方出头啊。真的好像理解度还是不够，可能因为我们呢，平常这个远离比赛，这地方对于这个地方啊，我自己觉得啊，脉啊没打上，知道吧？这里呢，双方棋手啊，对局棋手这里进行了长考，对，好像每个人我感觉那个时间有二十来分钟啊、哦，不走棋，二十分钟，这个职业顶尖高手这二十分钟脑子这个运转的速度啊，那是想了无数的变化，那是不得了了。所以我觉得话了，我们也不能特别简单的判断他们这棋好或者坏，没错，毕竟他想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有他的道理的。没错，肯定有他的道理。嗯，然后呢，最后呢，他走这个，我们只是看实战呢、啊，似乎咱们如果是从世俗的观点，因为从很俗的这观点来说呢，觉得好像白棋还挺舒服的。嗯，因为这一走他压的这个，对，他也没有吃两个子。双方在这里倒是形成了默契，像华老说的手谈。对了，他们手谈谈得挺好。结果呢，我看呢，这样一来呢，这个已经没了。对，再走我尝出来了，不可能再吃了。这一般已经不成立了啊。然后呢，他从上边走，
也可能是你的说法，这个走完也可能他就是怕他中间出来，怕他出头，其实出来就白的就早就出来就完了，哎，他把他唬一下啊，挺好，唬一下之后呢，你好像就要藏了。是以下的这招棋呢又妙了，你看他这时候吧就是不打的，就是不打，打有啥不好呢？我们的第一感总是，我的第一感总是想马上打一下，很舒服。对了，只能这么理解，你可能打完他也是接，我估计。哦，那个词不要了，不能再沾了，沾了这个棋形太……这个再沾，我再沾牢，我再沾牢。这个地方也不能接受，他可能还是这个，还是这个之后呢，这个出头反而怪了，是，所以他宁肯走这个，哦，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接牢，他呢再挺出来，嗯，双方形成这么一个结果，嗯，这一走呢，李世石一看呢，这个棋我要搬你了。马上来搬，哎，现在这个等于紧了一口气再搬，紧了口气再搬，而且这个地方呢，他等于是，他就问你，你走还是不走啊？嗯，这棋假如你要走掉，哎，我的这个基本功不扎实，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 你一退还是打劫？你一退，我觉得咱们就走最最熟的，咱们就走这个。嗯。你肯定要走这个，对，我就这么一冲了之后也是个打劫，也是打劫，哎，哎，但是我好像觉得没有必要先冲啊，我就走在这里，嗯，里面好像是个打劫，哎，差不多就是打劫后，你要走这个也是打劫，对，因为他这个局部是有一个力的先手，所以，嗯。想要静失，静失不可能，所以他现在搬你。但是呢，白棋呢也不能随便的去卖这个力。嗯，这个力呢，对这边的眼位影响也，他不能随意轻易的下。没错。嗯，当他走这个的时候呢，这个程耀烨呢决定，啊，这个很有大局的一步棋，把你这个头给你镇住了。李世石呢一看呢，胆子不小。嗯。啊，脚敢不要。吃掉，吃掉。那么这个角啊，两手棋，角目数很好算，十目，嗯，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个角啊，算到这里是有二十一目了。实际上是你就当成它粗粗是二十目，二十目棋，外边还有点势力。嗯。但是这个地方呢，白的呢先走了这个，同时呢又进一步扎到了这里的。对，这个感觉上两步棋吃了二十目。嗯。可能不止二十目呀，因为白棋脚上也有几目，这效率好像是不是有点不高啊？效率好像不是特别高啊。嗯、这两步头太大了。嗯，有点是。如果不走的话，白黑棋如果要下的话，他就算跳跳，就算最温柔的跳这里，他、嗯、狠的话可能能跳在这儿。嗯，哪怕是跳在这儿，嗯，没错，感觉和这个实战对比之后差得很大，攻守逆转的感觉。没错。没错，然后呢，他连走了两个，嗯，这个代价，这个地方相当的大。我觉得这里好像被程耀烨的大势一下给扭过来了、嗯，翻过来了。然后他最关键的是呢，这个时候黑棋啊，现在这个反，就是说，反过来你怎么处理？嗯，现在你这个棋啊，大概飞可能飞不着了。想要做活的话，飞他有可能走这个。哦。这个棋一走，你已经很不爽了。这不好硬啊！如果挡住的话，一冲被我顺带一冲，不敢挡了吧？已经走不好了。那如果这么贴的话，人家一爬。对啊，你的眼位。这个形状很。你的眼位很差，很所以他决定这个地方也不想马上走了。但是还有一个下法呢，我们不能否认呢。嗯。其实就是单拐在这里呢，好像也是一个比较正的形状。形状比较好。哎，但是实际上呢，李世石呢，他没有采取这个方法。嗯，他呢，先走了这个，这地方要出头，有可能他的思路上啊，嗯、未必是那么，就是说连贯。我觉得这个形状，话了，看起来已经有一点，他不舒服了。他第一步啊，他表示想出头。是。当他想出头的时候呢，遭到白棋一走这个的时候呢，又觉得出头不舒服了。他如果要出的话，就是在贯彻的话，就只能是小尖回来。哎，我估计啊，他马上被人爬一下。他讨厌他这个。是这一爬，形状不爽了，只能退了。然后呢，白的我看哪怕就算走这个，啊、哦，
最稳健的跳一个。要突破，我自己就更厚了，嗯，对不对？你要敢这个地方再来监督我呢，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帽子给你戴起来。这棋黑棋啊，好像下的就是说什么啊，不干不净。这个黑棋这一带下的，作为咱们他们高手下棋啊，不是说马上就出死活问题。是。但是你在什么呢？你棋形不厚，眼位不整，嗯，这都是忌讳的。将来叫什么呢？早晚是要还债的。这个可能从现在走全局来看还比较接近，但是在高手的眼里，嗯。一点点微小的差别可能就是致命的，已经不舒服了，已经不舒服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又管住，现在管，哎这两手没有，哎到这个份上他当然要走这个，对不对？白棋心情太愉快了，然后关键是再飞的时候啊，竟然遭到程耀烨靠住了，这个下法太厉害了。程耀烨今天下的，今天下的非常的强硬啊。嗯，没错。我觉得真的是和他以往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这个酷爱实地的程耀烨，对，有不同。不过这招棋呢，这个靠呢，在这个场合下呢，我想，可能有点血气都想下这儿。你这个时候再走这个，嗯，这叫什么呢？过于温吞水了，太稳了，温吞水有点缓，太缓。就是说水啊，既不烫也不冰，嗯、这个不合适，不合适。哎，对吧？它要下在这儿，它要直接，它只让你顶了鼓或者只让你退，它要走在那只能这么活，这个差很多啊。嗯，如果只能退着活的话，比这个等于接完之后先手挡了一下。没错。然后呢？听说呢？程耀烨，那个李世石没有马上退。哎，他就接牢，他把他先接了一下，先点了一下。先点啊、这个点是点无所谓，可以说是、关系不大。调整一下心情啊。嗯，接牢。他并住。你看，这是必要的。下得很扎实。嗯。这不并的话，被靠出来这个。那你的气很危险。要出事儿。嗯。哇。这几步棋我觉得特别像李世石的棋。嗯，他因为有袜了什么什么走了，这地方外边有你有毛病。对对对。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最简单的说啊，我们一，这得挡。二三，这得挡住。四，这个一走你已经接不住了，你一接住被我杵进去。对。这个劫已经很重了，所以这个棋形呢，白棋如果首先我们说如果不补。是一个无理性，是的。哎，他最好希望你走在什么？你哪怕走这儿，他也觉得舒服。只要跟我外面交换一下，哎，你只要补，不管什么补在哪儿，哎，我这个不光心理上，可能实际上也是有便宜的吧。对，程耀烨呢，现在是走在这儿，抽。走在这儿呢，也是很稳当的一步棋。他首先确保了这个大队啊，跟自己的家是有联络的。有联络。我们来看这头，如果挤，我接牢。我接牢。接这个。这个还是这个我接到这里稳当，接这里稳当。嗯，你一挖啊，你说是接到这个接这个吧？不是，现在等于还没连上，我说错了，我讲错了，现在是没有连上。嗯，我是想我已经脑子已经弄成刚才有了之后，我说这里没了，现在他来不及断，断了之后自己没活。对，他得还得花手棋。哎，现在几段是有的。嗯，他完全成立。但是挤的话，白棋大概会粘到这儿。对对对。你要花一后手去断的话，已经来不及了。那么他呢，决定呢，真的只好补活了。交换了几手之后，还是补活了，他就顶住，没有办法。嗯，顶住。那地方很满意，他加一把，加一个，也是活之前问一下。嗯，他不给，不给。程耀烨下得很硬啊，就是要立。他这地方补一下，还在补，地方好像就是要补。不补局部，我好像点进来，你局部因为这个地方根本连不上的，对不对？你如果要靠这个挡活的话，好像不舍得吧？挡也不活，我点了尖在这里啊，也不行啊。你是一个里边是个曲三，你再多了就可能就没了。你有曲三以上的眼位吗？尖在这儿。你以后就是三个子。
对，没办法。你以后就是三个字，你往那边连不行，不可能连不上的。多啃这个笋都不活。对，还是得做活。对，那这一代啊，话痨，我觉得被黑旗这个叫活真的是，感觉太委屈了。嗯，有点。在李世石的这个对局中，这么委屈的活，尤其当他这个成为顶尖高手之后，这么委屈的活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嗯，然后他就一飞。这个飞呢是显然的好点，好点好点，确保这个地方啊再也没断了，你再一弄它这个子都没了。是，然后这个子呢对两边的这个模样都有好处。你是对吧，陈耀烨，我觉得今天大局感啊特别好。我觉得如果是他的话，以前像这种飞一个脚守一个脚啊，有可能先捞一票啊，有可能上他的棋，这里就不理了。这个中府嘛虽然大，但是毕竟木数没有这个实惠啊。那倒是，然后这里上面没有这个、啊、对，这个没有子。哎，对，你说的有点对他非常了解啊，不错。他实战飞在这儿，更重视大局了。陈耀烨，我想，第一次进世界决赛的时候是2006年 LG 杯啊，当时是和古力士会师的决赛。啊、当年2006年，他是17岁，不满17岁。那个时候下不过古力，古力如日中天。先是其实还是先是赢了两盘棋啊，后来被古力3-2逆转啊，逆转连扳三局，连扳三局。但是古力当年确实是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而且当时他是第一次进决赛，我觉得没有拿到冠军，应该说算是虽败犹荣吧。啊，是。接下来第二次进决赛就是百灵杯啊，百灵杯就有一点。决赛当中碰到了更年轻的周瑞阳啊，他已经很成熟了。他已经很成熟了。碰到周瑞阳之后，特别出人意料。居然被0-3零封了啊！其实这个结局，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啊。他们俩之间应该是个好胜负。对。这是第三次的决赛争夺战啊。我觉得陈耀烨下的还是比较有血性的。没有说心理上有点畏首畏尾的感觉。是，像他走在这儿，这个棋呢，现在的局面简单的来说，黑棋有这一块的实力，对，然后这边如果再继续走的话呢，他还有扩大的潜力。是，然后呢，这边呢，就是可能活的什么，活的贴目不够。啊，贴目现在贴7.5，7.5，你这个地方7.5是不够的，应该是不够啊，你明显没7.5，活7-8，7.5都危险，7.5都危险，你也就是4-5棋的样子，4-5棋都危险，可能就是4目我们可以感觉，那我就算立下来嘛，对不对？你如果是这里是3目，这里加1目的话，这也只有4目。关键是你要算3目，是把这个挡卖掉的。没错呀，就是说这意思，基本上大概3-4目棋吧。对，实际上就是右边一块空。哎、一块空。那么白棋呢是整个左边、下边、中原，所以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而且白棋还有一个贴目的优势。好，现在我们来看那白黑棋，我觉得要挂进挂角，这是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一点了。分头什么都不行了。分头咱们就往那边来。哎，从肯定得挂角。哎，还一间低价。一间低价，这两个棋我觉得都是必然的下法。这个棋他根本不敢往外跳，往外跳出来人家就要一起总攻你了。但是不是话痨，他是不是还是在往外？往外跳眼位特别差。先压一个再往外跳。因为不损目。损目哈，舍不得。舍不得。他还要掏呢。说不定还想连根把你给掏掉。后来实战就知道，他肯定要掏的。好，我们看他实战进行。李世石直接点角。哎，这个时候要抢目。抢占实地。他呢还是要一起打，雄心勃勃。李世石这个，他的策略走的话，他就一起飞过去。对。他的策略是先把角拿走，对，我再来洗你的中府。对了，比较狠。好，他现在没有，如果定式的话，定式的话，这也是一种定式，他就是也可能就这么盖住。他现在再洗进来怎么样？那么他这边是可以进来的，但是他这头又进不来了。这白棋这个大模样，所以也就是他的想法，因为你这头如果捂住也挺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通过立这个呢，这头的空当然你能够破我，没有疑问。现在他呢要压出来，压出来，压出来之后，陈耀烨呢，就一不捉二不休，直接冲断。这也是，这个本身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本身是一个定式，但是当打吃的时候，他提
很多场合下呢，这个棋是搬的。啊、哦。搬了，他打吃。然后呢，你接着再补，哎，再打掉。这时候就要提。那、哎、很多人呢是补在这里，哎，这个不见得打了，打了自己反而景气。哦。你比如说，在走在这里，或者有人走在这里，嗯，都有。他只是补一个。哎，这个呢也不能说不是一个笑话。和刚才有点大同小异的感觉啊。嗯。但是把黑棋的目数要比刚才直接立，实际更好一点。可能扎实一点。扎实一点。但是呢，白棋也扎实。也扎实，对。哎。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也是有这个下法，可能陈耀爷一想啊，得了，已经断过了，说得了，直接把它退出去了。今天陈耀爷下的呀，嗯，基本上都是选择不能说最强，比较强的下法。退了呢你也得要，对不对？对，这两个子还是很大。哎，那么他先二路搬一个。嗯，搬一个，搬一个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嗯，你如果你没有这个搬，直接向实战这么走，那么他有这个下法一啊、哦，他可能马上要搬，那你得挡住。这有这个下法，这二三，这个直接就来了。还是这个吃本身有风险，嗯、走这个。我如果吃这个。走这个直接滚的意思也有，就算走这个的话，你估计是不能再吃了。嗯，这个的话大头滚。哎，那么他就把你的空啊硬给掏掉。对。你再走这个，我大头鬼一弄，我再断进来，你再吃我，你累了。是，大概是这个下法，一直有这个下法。所以呢，现在他先搬，先搬，哎、也是比较好走完之后再走这个，这个你走嘛，我就打你，对，就不一样了。哎，我就不理你了。是，哎，有这个意思啊。嗯、然后呢，七十八之后呢，开始呢，李世石呢一看我家的地方，我肯定要掏掏你。靠上来了，哎，靠上来了，这就特别典型的李世石的下法。嗯嗯，不，这个地方靠啊，我觉得可能一般来说，嗯，棋高一点的都会想到这儿，因为那个里边显然有这种，我再一搬，有味道，这是有关联的，对，对吧？所以靠在这里，嗯，靠在这里呢，而且跟这个作战有关系。随便举个例子，当你如果走这个，哎，甚至于走这个，嗯，那么你里边是没棋了，但是呢，起码我这招棋你不能不理吧？嗯，然后走了之后呢，总有好处。是。大约多一个子，哎，总是多一个子，多一个潜伏的子，对，潜伏的好。他说要搬，对，搬完呢想把你走中，你退的话呢，他再立下来，这个地方你损的就大了。是，所以他呢，他要搬，搬的话呢，他就要吃你，挡住。这一带李世石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地方呢是这样，将来呢是有点棋的，所以后来白棋有机会呢还是要补的。我们来研究一下啊，还有什么棋啊？就这个局部，但是我们就走最熟的，就打。打吃。哎，你得尝吧。这个、命令必须得。我三路拍。三路打。哎，你要尝下去吧。那我也能吃。哎，我再打打你。啊，接着打。嗯。你棋掉。嗯。我再断。哦，再断。在断的时候呢，你如果冲下去，那我先手得脚啊、哦，算是我的战斗成功。不看外面损失，从局部来看，哎，普通的话呢，你要打我，只能打在这儿。嗯，再一抱。嗯，那么他这招打吃啊、这招接牢是很舒服的。他尝一次，你只能退，然后接着他呢送你，送啊，对，必须要送，再扑。这个你看，你不好吃我了。我提吧。那、提尖。尖。哦。注意，你这个棋想进吃我已经不行了。嗯、你因为想进吃我，你必须防我塞进去，你就走这个。嗯、那我就直接进吃。我直接还你就死了。哎，你已经死了。他只能。你只能扑进去。棋，接着进吃。你等于他再伸进去的时候，你一提，你是先手接。但是他如果挤呢，是有一挤啊。嗯。啊，那我啊，我说错了，你扑我就接牢。哎，我看错了。是不是直接不扑直接小尖啊？啊，这是我看错了，你走这个，我提你是走这个，你能走这个？哎呦，那我这个错觉有点大嘛。这个错觉啊。啊。
局部媒体，你直接监是肯定不行的，直接监可不可以？他戒牢，这是要点。哦，有眼瞎瞎了。这个你再警示，我就随便都警了。啊，我看错了是吧？或者我不长的话，先监可不可以？我们正好来研究一下这个局部的情况。啊，先监。先监可不可以？先监。哦，没错，不能走这个，直接监。对，直接监是有期。哎，有期了吧？嗯。你如果走这个，我再挤进去，我就挤进去。这个挤进去呢，这个结呢很奇怪的一个结。嗯。当你走这个的时候，他走这个的时候，就是黑棋啊，要吃它呢，很累很累。但是就像当初这个角一样，嗯，但是毕竟是你的空里边有劫。这个劫是黑棋要一手、两手、三手。对啊，三手。然后作为白的来说呢，只要一手棋就把你灭了。对，这个劫可能对黑棋来说负担很重，而且之前要损这么多。不是比较复杂，也不好弄。嗯，对对对，我搞错了，是不能够走这个直接尖。先尖对。直接尖呢，你走这个肯定不行。嗯。被我一杵掉再扑进去，被禁杀了，那就被禁杀。对，你只能够走这个。是，他走在这里。对，我刚才真是弄错了，一走这个的话遭到一提，差了一手棋，遭一提。你走这个的话就先扑，嗯，先扑了之后再挤进来。对对对，直接挤还挤，等于挤了一口气，直接挤还不行。嗯，对吧？应该是这个，咱们把这个地方就搞清楚了。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形状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形状啊，咱们要直接尖，里边有棋。是，但这个劫呢是黑棋对白棋有利的三手劫。两手劫。可以说是三手劫。三手劫对白棋有利的三手劫。这个就是说，所谓三手劫啊，就是可以要打三次劫。嗯。跟松三气劫不是一个概念。对，松三气就是劫只有一个地方有劫。嗯，但是呢你要松三口气，这也是围棋当中劫争的复杂性之一啊，最难的这个地方。是你它尖在直接尖在这里，你没法走了。嗯，我就看了一下呢，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有这个段啊，我还真是摆错了，你看看。嗯，本来是有棋啊。对对对，不是，我自己研究的时候我摆着摆着，我是研究过看过他们的谱，我知道这个里边有棋。嗯，有棋的时候摆的时候说的不对。对。嗯，那么这个地方呢，总而言之呢，它棋呢是有的。嗯，那么除非就是，也就换句话说，你白棋只有顽强在什么地方呢？你想这个地方愣不理他，那太危险了。总是有一个对隐患在这里。那你等于是硬要不理，你可以不理在这里啊。哦，那这个棋就是太悬了。这太悬了，这太悬了。嗯，你等于是，比如说要提，这个，你还得走这儿，你还不能走这个。这棋冲一冲外边。没错，这个这感觉太勉强。太危险了。哎哎。这地方呢，一般的职业棋手他不会选择这样的。哎，等于局部呢是有留下这么一个手段。哎，但是呢黑棋呢不能轻易的来动用。哎，对了，那么这黑棋正因为这个地方你一走完白棋理都不理你。嗯，里边就是个很奇怪的结。对对不对？你可以刚才是走完提完，你塞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不理你了。是，不理你的时候，你里边啊什么等于也没吃着，还要花三手棋。不是花三手，花三手棋不见得你打赢哦。嗯，三手就是说花三手棋才能吃掉它，还不见得吃到。劫财还要有利。应该这么说，你花三手打三次劫，劫还不一定打赢。哦，三次劫不就提掉了吗？一二三，是还要打劫啊。你首先要塞紧。嗯，一二第三次是打劫呀。哦，这个塞进去也算。对啊，三手棋。那当然你都得下。是，那这里就说不能黑棋呢也不能轻易的走。对，没错，大概就是这么个概念。嗯，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其实就是轮到了黑棋啊，现在在这么巨大的这个地方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嗯，你怎么跑？你是到底是直接跑出来呢？现在可以想的点呢是这个，哎，这个，比如说要不要走这个呀？嗯，要不要走？比如说这个呀，都可以考虑。对，为什么走这个？这个棋也可以考虑。哦，就把你挨紧啊。
安检叫你要理呀、啊。这个大概还得。哎，你如果理，我就在搬。哎哎，那走着总是好的。啊。那能够走着，我相信还是便宜的。还是愿意走的。哎，那肯定是啊。那当然了，还得注意啊，走着走着别这个地方真不行了。如果白旗这边子粒特别多的话，铁厚的时候，这个地方他看清了，嗯，没有这个毛病了，所以这个地方对黑棋来说呢，可能这个时间啊，用再多你可能都觉得不够。嗯，那么你看看怎么样？嗯。那正好画了，我们呢中场先休息一会儿。嗯、对，一会儿我们继续来看这盘精彩的对局。嗯，就是看这个地方，就是他怎么出动这个三个子。对，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嗯。好的，欢迎回来。嗯。浩老师，刚才呢、哎、中场休息之前呢，咱们是留了一个悬念。悬念。黑棋在中府啊，怎么样处理？嗯，我觉得也是一个棋局走向的一个关键之处吧。就这地方啊，其实跟这个刚才讲的这地方的有点关系。有点关系。就是当你这头，也就换句话说，嗯，就是说如果这一带类似于走的这个地方，如果像类似于等于有一个子了、嗯，那么连这个地方也补掉了。对。就你要再要来的话，我可就一块儿吃你了。所以黑棋在这边走棋的时候，他是有点顾忌的、啊。有点顾忌，他不敢让你撞得太厚，他老憋着这个地方。是。他就担心这个连一打啊，嗯，都不敢打了，因为他自己也是高棋啊，嗯，他也不敢打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是的。所以他决定呢，尽可能的少用这些东西。嗯，他来这个，直接走，而且走那这也跑得也快啊。是，而且这个地方呢，你将来再，他有一点不舍得走这个，他就想单走在这儿。我揣摩他的心啊。单走的话，他大致也是不是总是能好一点？你走这个的，他补的不是更牢嘛？他有一点这个想法。所以他现在要走在这里。嗯，但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实战心理的问题。你要这么想呢，我就一想呢，哎，你再走这个，再被你横过来，再一走这这一问，再跳到这种地方，马上中间这个眼形啊，哎，这地方都长出肉来了，哎，这个不舒服。对，这个一下就变成像活形了。哎，眼位都出来了，架子都搭出来了，所以呢，他反过来他要走这个。这个跳呢，对白棋来说也是一个好点。哎，但是呢。凡是高棋，你们就记住这个，高棋啊都是有后续手段的、嗯，是有下一手的，有下一手的。走到这一步已经想到了之后的，对了，棋不棋了，对了。你以为啊，我走了这个，你以为你随便就可以不理？嗯，那不至于，对吧？你走扭断，这一扭断呢，显然基本上就下来了。嗯。打吃，打吃，打吃之后呢，再长可是不太行、啊。对，他实在烦恼。如果再长的话，再长靠哪怕就走走这个。啊、是不是吃这儿都行啊，花郎？吃这儿，我还怕他滚了什么东西，乱七八糟，还有滚可能也行。也不怕吧？滚也不怕。对，行，咱们再打。打。就接了啊，也不怕，就能双吃了。对，这一双吃，这个白棋、黑棋也是。但是我觉得还不舍得这样，还不舍得这个子都不舍得。哎、对对啊，你还啊他还是先手吃啊，先手吃通，这一点都不肯给哈。就是总而言之，这个打是肯定是不能再长了。对，这个再长有点过分了。他翻下来，只能翻下来。嗯，提掉，提掉，当然要接。粘上，这也不能打了。哎，这个打他就上边挖打出来了。对，嗯。真上，这叫靠，是符合道理的、啊。对对对，因为你这个棋再不走啊，他走这个是好点。这一壶你白棋还得再补一手了。那、然后你走了这个，我还有这里打；你走了这头，我还有这个打。嗯，所以他这个靠是要点。这一靠呢，这三个子呢，基本上也被白棋呢是拿住了，差不多是吃掉了。你稳一点，当然是走这个。问题是一目了然的是地方是人家肯定就不理了，这个头一搬过来白花花的白茫茫的中府这一大片，所以它这个总是要长，还是得长。问题你一长呢，它就要跳了，这陈香叶进入陈香叶这个步调了、啊哎、步调。这个地方啊，咱们讲棋的时候咱们经常讲到这个概念、嗯，就是说你啊要分清楚敌我的强弱的关系，
这个是下围棋当中最重要的。嗯，判断好，审时度势啊。对了，就是这个地方是到底是我强呢，还是敌强？嗯，就是那个时候毛主席讲的游击战的这个战略，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哎，敌人一退了，表明他弱了，我要进，嗯，我要推进，对不对？敌人进了，表示他认为很强，我也掂量掂量，确实是我不行，嗯，那我就得退，先保存实力，哎，先保存实力，先得退，保存有生力量，嗯，人得先活着，对，你别小命没了，你还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举这个话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你不走，难道还有退的地方吗？有啊，你别看呢，这个地方不就是退吗？哦，这个退。那这根据有的场合，如果这个地方人家指很多了，您就得下这个喽。嗯，这个地方你得明白了。对，这个就是围棋的，就是说难的地方了。你光学理论不行啊，对，它的实战的形状千变万化，嗯，你哪搞得清楚啊？光要背棋形是背不过来的，那背不过来，千古无同局啊！所以这个地方他认为自己还很强的，你看周围都是我的子，嗯，所以我当然要走这个。对，这个很厉害。嗯。还是保持攻势啊，对，他还是要保持正面的头。对，这个头啊挺有意思的，从直觉上来说啊，这个形状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马上把它靠断。哎，但是这个一靠断呢，它一冲，它可以冲这个都行，哎，冲这当然也行，这地方关键有争子，对，有点恶心，刚好把它争掉。哎，它这个地方呢，如果是以前不懂棋的人来写文章，嗯，就会说了，李世石那算的，真是那地方一跨，早就知道这个跨，他争子给你补上了。这个呢就是湖州了，嗯嗯，这有点夸大其手的这个，就是说本领的感觉，对，本领。其实呢，他只是造棋像，嗯，像到后来呢，用咱们于斌总教练的话，国家队的，就是这棋艺长成这样了。于斌是不是喜欢这么长子啊？他喜欢东西是长出来的，他觉得。于老的话比较生动啊。对，他觉得这是长出来的，嗯，棋形，他说就长成这样了，嗯，天然的。哎，他认为是长出来的。纯天然，嗯。哎，成天然，哎。所以这地方的跨呢，它不成立。那么这个时候呢，注意体会一下程耀业的招，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嗯，这个地方啊，有两层含义，三层含义吧。所以他要先接这个。好，接这一手棋啊，这个小王啊，是一个具有深意的一手棋。自接一手，自接一手，为什么要自接？嗯，彻底理解这个东西啊，对大伙儿的棋力会有好处。嗯，听我细节一下。好的，就这个地方是几层含义呢？就是这个棋啊，如果哪怕是被他挖了接上，看上去很不是棋。嗯，其实呢，他已经有效果了。那您得粘吧。对。我这头就打着你了。哦，这一打。这一打你如果得接上，想的，我的眼位就不一样了。是，同时你自己的形状不对了。对，多一个子对这个黑棋帮助是，这头完全不对了，有利的。那么这头是这个意思，有这个打的意思。还有一个呢，根据有的场合，我比如说我不想打了，嗯，我就算走这个，就算，嗯，那么你是不是也要走这个呀？你除了这个之外就不能是我了，啊，那么通过我哪怕冲，这个时候跟这个打仍然有关系，还是有关系。我譬如说哪怕就算我拐了你也只能退啊。如果现在在粘的时候可能有点来不及，你再拐，如果是有了这个的话，如果是事先先有这个你再拐，我是在这，对，是扳住的，一个等于是在这，嗯，这个一路的差啪多少目出去了，嗯，从空的角度来说三目四目棋就出去了，嗯，这个半个天目就走了。所以这招棋呢很有意思，而且还有一条是什么呢？这一条它自身的形状，它等于说是我三个子啊，就认为是我的，基本上就姓陈了，牢牢的吃掉了，就姓陈了，不姓李了。这地方是姓陈，可以点目了，是陈家的，陈家的财产了啊。然后还有一条，我要求你补，你如果补这个，哎，我就顺带你看啊。陈耀也会问你，顺一个借调行棋，
听见过行云流水吗？懂什么叫行云流水吗？请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对吧？现在就是嘛。是。这么个意思啊。李世石呢，于是就说了：“哎，您这点雕虫小技，岂是老前辈所能不懂的？对不对？那我当然得先走别的。嗯”好，于是他就先走在这儿了。啊。因为这个地方你要三个，你要冲，你就冲你的。嗯。我暂时就不理你了，对吧？问题是在这里，一走了这个之后呢，他飞。也很巧，把这颗子呢，肯定得先吃掉。嗯。同时呢，还对你一起保持攻势，他搭住，冲，接牢。接牢。再藏。现在黑棋呢也是。嗯。他力量再大也得活呀。那是，他得还得眼位。得有两只眼啊。再一走这个，程咬也认为这个冲的时机到了。嗯。这冲本身实力是非常大的，不仅实力大哦，这个地方再一走你还没好呢，还有这个死活厚薄的问题，不是你整个的眼位在哪，对，所以这个地方是必须得走，太应该走了。他一走这个之后呢，他当然就先不理了，他先一拐，嗯，拐了之后他粘在外边，这颗子总而言之是必须要拿住的，一拿住了自己的棋才厚，对，跳出去。这棋呢基本上呢大家呢好像也形成了一个怎么说法，像是互相喘口气的这个样子，嗯，告一段落啊。哎，然后程咬也呢一看，哒哒哒小算盘一打，肯定觉得这个目不错，这棋呢就走得厚一点，就补在这里啊，应该还是有优势的意识啊。对了，那确实这个形势应该白棋是不错的，应该白的不错。我觉得从这边飞过来尖过来开始，嗯，程咬也一直下的都很不错。哎，对于李世石来说呢，就是以这个地方你如果走一走呢，其实它本身啊，嗯，你要这些子都没有，如果那么也就换句话说，类似于你等于在这里补了一手，从目数来看差不多，这个地方你要成空呢，也是他也应该承认你的这个权利，是对不对，嗯，所以这些地方呢总体来说大家觉得啊，我觉得这个双方还是比较合理的，嗯，你肯补在这里呢，作为黑的来说呢，白棋卷毕竟是补了一个了，对，就是也是有面子的啊，不要一手其实没有没花没补过，都是你的空了，就是，自己的话这个总是不舒服吧，这个谈判就没法进行了，对了，然后他一来呢一看呢，啊，哎，飞在这儿啊，黑棋也是有收获的，他有收获啊，他这个棋你看空围过来了，而且这头很大，对，中府呢是把白棋破掉了，自身呢也成了一些目数，他靠一个的意思是还担心他这个地方弄出来的时候暴动哦，对吧，也是补补靠，比如说哎，哪怕就走这个的疼了吧，这一带味道很不好，不你一挡我砰砰砰啊，马上打吃，哎，出来了，就要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效果很好，对对对，所以他先来一下弄得你哎，他交换一下守护起来的话呢自己也比较好了，哎，再尖再尖再尖之后最简单的，因为他要脱退了，嗯，所以他需要尖挡住，你才开始收这个空了，嗯，以下呢就进入到这个收空的这个状态了，然后官子阶段，这个官子的这个阶段呢，他呢要求要打吃这个，对吧，啊，冲过来，这个还是很厚实的，补上，嗯，这棋可以说是补得很牢，那么这个两个人呢逐渐的开始啊进入到就是说搜索的这么个阶段，嗯，那么这个两个人呢应当说是我们再补充介绍一下，还都是一个两国棋界乃至国际棋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法非常优秀的这个代表，嗯，李世石不用说了，刚才拿了这么多个冠军，对，李世石还有两桩事情我对他是印象非常深刻，什么事情，一桩事情是咱们2008年汶川大地震，哦，大地震之后正好地震之后呢当年有一个亚洲杯，嗯，对，这一说到这里我就知道华老的这个，对，这个亚洲杯呢在中国举行，
这个亚洲杯呢，一共只有七个人。嗯，我好像韩国那年啊，是只来了两个，是李世石和赵汉成。他跟赵汉成呢两个人呢，就是说很谈得来。嗯，他们俩就在互相就在说，就赵汉成呢也是一个很有功德、很有爱心的人。是，李世石呢同样是如此。然后他俩呢就在说了，他说：“哎，这样吧，这个咱们俩如果谁拿冠军，咱们这个奖金啊就如数的全部捐给汶川灾区。”这件事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在北京比赛的，在北京比的赛。然后呢很有意思，最后呢可能正是由于他们的心啊是这么好，妈妈正啊，我们把这骑妈妈正，他的心啊是这么好，这么好之后啊，结果啊老天就让他们两个人拿冠亚军，正好他们两个就来两个棋手拿了个冠军亚军，拿了冠军亚军走了。然后他们俩呢于是呢就宣布，在组委会上呢就宣布，按照我们本来的这个想法，我们现在实现了本来的这想法，我们俩呢要把这个钱都捐给卢素，捐给汶川灾区，而是把冠军和亚军的奖金所有全部都捐赠出去了，不是提成啊，不是从里边拿出多少来，对，是所有的都拿过去。那么不管怎么着，因为亚洲杯呢奖金不是说特别高的，这个奖金其实和这个奖金高低关系不是特别大，对，但 是这种一份情怀和心意，没错，已经很不容易了。是的。还有一个李世石呢，就是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说法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李世石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哦，其实我们就是在以前媒体的宣传当中啊，把李世石呢形容成一个比较桀骜不驯的一种棋手，特立独行的棋手，但是其实后面经过一些事情啊，打过一些交道之后，其实我们发现李世石特别懂事。李世石简单的说一个，那么他当年呢，他在就是等于是贵州的那个百灵队，对，他是贵州百灵队的时候呢，他是那个队里边的外援。是，然后这李世石啊，他就说了，等于是他跟那个队里边那个对方，对的方啊，资方这劳方，跟队的领导方面，他这么说的，他说这样吧，就是我呢等于是雇佣军，我雇佣军呢一定得管用。所以呢我呢是不搞什么什么对局费出场费的，我呢一定要赢，赢的话赢完你就给我钱，赢了才拿胜局费，输的话分文不取。对了，这个也是后来外援的这种后来来了很多外援嘛，基本上都按照李世石的这个模式。正因为他起的这个头，对，所以呢后来呢外援呢一看，因为这个对于咱们就是请的邀请方啊，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对，因为我请了你了，最后路费也出了，奖金也给了你了，最后你老不赢棋，外援的开销是很大的。对了，那么你怎么办？这个事情呢就是感觉也非常不好，那么大家就觉得就不愿意了。是，结果呢李世石呢开了这个头。那后来李世石啊有一次啊，他开完这个头之后啊，又出现了一个事儿。我记得不是特别准确了，你可能会记得牢，就是他啊有两个世界冠军等待着他下。他是不是有一年是这个有两个世界冠军在等待着他下？世界决赛吗？是世界决赛，可能中间有一个是要跟古力下的。然后呢他就说了，他就跟老板说了，他说如果是我把这个两个冠军都拿下来，我如果联赛当中再赢棋，我的等于是奖金是不是应该提一提啊？身份不一样了，身份不一样，身价不一样了，身价不同。我们那这段我知道李世石呢刚刚进入刚刚当外援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价呢赢一盘是$10,000，对，后来呢换成人民币了，对，给他涨到了10万人民币啊，那不行。但是中间为什么涨这个档我不太清楚。这不是涨啊，然后他就说，你应该给我加，对吧？
不对？对。那个老板呢觉得，哎，对啊，你也道理啊，你讲的也挺对啊，你身价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已经多少冠在身了，而且拿的冠军都是新冠军，是热的。是。对吧？所以他说，我觉得好像也应该，你也应该给你加吧。啊，于是呢，大家都谈妥了。那老板呢也觉得就也就这样了。他就心安理得，就是看着李世石在世界大赛别的地方表演了了。那么结果如何呢？结果这个李世石呢也巧了，他两个世界冠军吧，得一个丢一个。啊。得一个丢一个之后呢，这个老板呢，就是根据他的理解，就是觉得呢，啊，那应该，比如说，给你加一万，比如说，给你加一份儿，一份儿的这个钱，折半吧，折半。哎，这时候李世石说话了，哎，他说我没有说过折半，我只是说我都拿了。应该是拿全份儿。我如果一个也没拿，我如果没有造成这样，我就不拿。知道吗？对不对？我没有说我拿一个丢一个，我就中间应该拿折半，就随便说吧。我拿两份儿，我两个冠军都拿，我拿两份儿，增加两份钱。但我没说拿一冠军增加一份。对了，我没有这么说过啊。那真的是。哎，你说这个等于是老板要给他钱。他觉得不对，他拒绝了，不应该给我。是的，是的，因为我跟你没有这个约定。这个就是使得我们想起一句什么中国古话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道是。然后呢，人呢就是诚信，这是千金难买。没错，没错。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李世石呢，他很有爱心，很诚信。是。所以这个小伙子呢，就是因为作为我们来说啊，就是说包括我们讲棋的人，包括我们这个围棋界，我也算待了很长时间的人，这么一个人。哎，我们有好的事情，我们总是要弘扬之，是要宣扬之。是，对不对？人家有好的事情，你就要说。其实我在想，像李世石这样的棋手啊，应该也算是围棋天才，绝对属于围棋天才。当然是。他们当然像这种围棋天才啊，我觉得他们的心灵啊，就像一颗赤子之心。没错。就是我们不能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和这个世俗的一些观念是相违背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的一种思路，而且他们这种思路啊，可能更接近于这个赤子之心的感觉。那么就是说这个程耀业呢，同样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就是个非常怎么说法，他就是个属于一个非常爱棋的这个人。他属于他是一个什么地方的好呢？他就爱棋。然后所有的棋只要轮着我下，我就要认认真真下。因为棋手啊有两个类型。一种类型啊，他就是兴趣广泛，什么东西他都有兴趣。这样，因为棋手他都很聪明，哎，学什么呢？基本上都学得大差不离。对，你比如说这个罗启和，这罗启和他会聪明到什么呀？这个智商非常高的棋手。他一研究，比如说股票，那肯定是要看财务报表啊，那东西是很难的。那太难了。太难了，很多根本不会，很多都是活灵吞枣嘛，随便表面文章一看。大多数人炒股可能都是玩一玩的，对，玩一玩的，哎，对不对？他是要这个。然后他就去专心钻进去。你是像这种，哎，你是还有些棋手呢，你比如说李哲，现在他也去北大哲学系，去念北大去了。是，就是他对，他觉得这个万千世界啊，他觉得有很多东西吸引他的。他围棋他也爱，但是很多东西呢，他也很喜欢。那程耀业呢，从这点意义上来说呢，对围棋呢是属于更为专注，我的了解啊，所以他呢也是一个属于一个非常认真的，非常一个敬业的，非常一个专注的这么一个晚辈。是。所以呢也同样值得我们尊敬。没错。同样值得我们去弘扬他的这种精神。好了，这个咱们这个话题扯得稍远一点，那么这个是对两位棋手的这么个介绍。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实战当中呢，他呢把这个一退呢，哎，就把这个棋啊给补稳了，因为这个地方你显然有毛病啊。他又冲了之后又冲过来啊，总觉得有点不安全。哎，一步棋不干净。他走了这个，走了这个之后，那么这个黑的呢，他就开始，当然要把这个围起来。这个非常大，
好，如果这个下棋，所有的这个棋，你只知道尖，只知道挡，只知道走这个，走这种本棋还是不行的。是，看程耀烨的下一招。点。这招棋可以说是打向李世石胸口的最后一大一重拳，非常厉害的一招。重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你要再不走，作为黑的来说，他可是走在这儿。嗯，一被他扳在这儿，您什么都没了。这个扳针啊，还是但是当时我相信了，当然我相信这个棋真要走这个呢，白的暂时也只有不理。对，那么也就是这手棋吧。这手棋你如果这两手交换，花郎，冲和扳交换，如果马上走的话，不是，你是走在这儿，嗯，他是走了这个，你走的这个，对呀、啊，哎，就如果不走这儿，马上扳的话，相当于冲和这个扳交换了。哎，不是，他打了呀，他这手没打呢，那时候。对呀、啊，打一个，打一个，他走的这个。嗯，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走的这个，对啊，你如果这时候敢走这个，他是不会理的。嗯，他一定走这个。他如果这时候理，这棋白棋不见得赢。他再被他围上，你不见得赢。是，这个不能再硬了。对了，这个如果再补的话，所以他要走这个的时候呢，白的这手棋呢，可以说是一个胜招，最后击垮李世石。你敢走这个的话，他就要爬你，你看看还吃得了吃不了，对不对？再扳他要扳你，这有点危险。这个去这拍上来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不行，还不光是危险的问题。于是呢只能忍痛啊，忍痛，他去走在这里，走在这里之后，这里有什么下一手呢？我们马上就会揭晓。嗯，那么这时候程耀烨呢，基本上又下得非常好，他在这地方一跳，跳，这一跳啊，够黑的。他本身啊，把这个地方吃干净，那么总是吃得越干净越好了。同时，他要你啊，先补棋给我。嗯，他不补棋啊，他不是走这个。不是说吃两个子啊，他不是就走这个，他是要在这儿连根把这个黑棋冲掉。你如果挡断断，他要干这个事儿。这一段基本上那没有什么活路了，那是基本没活路了。好，所以黑棋必须得补一个。黑的呢？黑棋怎么补？意识到你这个想法，于是他就先来这个、啊，这是交换啊。敢不敢让我接上？接上之后，他一看味道太坏，先手。他要抽，打僵了吧？嗯，不知道有没有读秒。实际上啊，你要是目差得很远，白棋也不排除你就顽强了，或者在这个地方先倒，嗯、倒的就是你接牢的，我也不怕了。嗯，也不能排除这可能性。但是现在这白棋呢，他自己觉得错，哎，我觉得没必要啊，哎，没必要跟你这么搞。他在这个地方坚持一下。请觉，我觉得这棋手的一个心理啊，像对方明显要便宜我的时候，嗯，我总是没有那个心情马上来跟着硬一手。对了，先交换别的地方呢，进行一些次序的交换。他这个肯定要挡住的，这个一挡住啊，就是马上一恍惚，嗯，我们就会看到，哟，这个黑棋下得真高哎。说句老实话，我这样的平常实战比较少。这样的这个人，我立刻就会想到，哟，这个棋不得了啊！这个上边这个断点怎么没了啊？是不是补住了哈？补住了的话，这个地方点都白点了，又要被人家一路扳了。会不会有一个错觉啊？我非常担心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会不会出这个事儿？嗯，我们来看他冲，挡住，断掉。必须得吃长，哎，我一看这尖不是很巧吗？对不对？是不是正好把它给吃掉了？正好把它吃掉。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哎呦，我天呀！还有这个打？有这个打吃？有这个打吃？这一粘，现在就看得清楚了。那么我们备课的这个时候呢，教我这招的呢，就在跟前。他说竟然还有这招，我觉得非常吃惊。嗯，这地方就稍微一不留神啊，这地方就发现不了。嗯，
那么也就是说，万一产生一个错觉，这棋就对了，戛然而止了。对了，这可不得了。对，关键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如果发现这个棋你发现不了刚才那个棋，你可能就得想着要走到这儿。是，那走到这儿这个地方味道坏，味道很坏。哎呀，这个不得了，这棋什么飞下来搞不清了，才逼着他补。现在他走到这里你也要补，他说。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呀，说这个胜负呀，都在后边。对，像这种地方，很小的地方，有可能一个失误，一个错觉，就葬送了这个一盘好棋。现在他冲，哎，但是像这两位棋手应该是状态不错的时候是不会出这样的失误的。他还要点你，这个一点呢，这个时候呢，陈耀也呢一看，这个目的啊已经达到了。哎，跳的话已经把这三子牢牢的对牢牢的吃住了，你这地方等于已经有了这个子了。这个地方呢无所谓了。是，所以他决定啊，无论如何不能再冒这个险了，万一被人家这个一路搬掉，这个太心痛了啊，那就哭不出来了。这个几过话老，这个几过大概目数有多大？我们啊先别算目，我们先把这个结果给看一下，好，然后才能够算目呢，还才有基础。先说他轮白棋走，他是走这个。注意啊，你如果接牢，实战他也是接的。这个接牢之后，关键这个扳变后手了。扳的时候黑棋呢，白棋是不是补在这儿的？对，他能走在这儿，这个棋太狠了。对，要注意这一招棋，学一下。这招棋学会这个的，已经棋有相当的实力了。要学会这个，这个手筋很实用。来，不要走在这里啊，咱们要走在这里。这个棋作为黑的，如果再走这里，咱们再给他做一个外科小手术，给他断一下。行了，他什么都放不进去了，正好不入气。哎，只有作为死活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这块棋啊，连这块黑棋都不活了，他需要扩大眼位，所以他才有这种。那这是都是叫急了，急了，下到这儿肯定是急了。对，就是等于是黄鼠狼急的时候会干嘛？就是不得了，是那个样子了。对啊，是属于这种棋。很多棋这种一道虎啊，都是形势不是很好。这个棋一道虎，你敢还来扑我这个劫？这扑劫黑棋非常重。你太重，我太轻。太重了，所以这个不得了，所以这个基本上不考虑。对。那么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下法呢，实际上呢，当他急的时候呢，一个稍微稳当一点的下法就是走在这儿啊，干脆是搬。我认为走木啊，这地方是比较好的。如果是单纯木数来看，纯粹从木是这里是比较好，但是这个一走啊，你的搬已经没了。对，你要走的话，直接无条件的要走一手。啊，本来刚才没有这两手交换，可以直接扳在一路。对，现在只能往回缩了一步。先手被白棋便宜。没错，现在呢，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把预备的知识都讲完了，我们就来回答你刚才提出来的一个妙问。这个一挤，他接牢一走这个，那么现在我们显然明白了，这个地方可以视为白棋的权利。再继续扳，后续的手段是白棋的，对，基本上白黑棋没有办法接牢啊。那么跟这个扳，它打吃再粘上相比，白棋增加的目呢已经是什么呢？1、2、3、4、5、6、7。白棋增加，白棋已经增加了七目了，可了得啊。那我们看看黑棋减少了几目。那看看黑棋。看看黑棋，如果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这儿，如果这个地方是黑棋占掉的话，将来棋是先手。哎，将来你是接牢，你是棋是先手。那么跟刚才的效率相比呢，你是1、2、3、4、5、6、7、8、9、10、11、12。加上七目，十九目。十九目呢是什么？它等于是逆收十九目。因为这个扳粘是黑棋的先手。它是先手，黑棋没花棋。也就是换句话说，你这个棋如果你走，我刚才解释过的，曾经你搬啊，我表示过要不硬，那不硬的话，那我就算这么走，那也都是20好几目了。就是以双方后手来算，要20好多目，二十大二十几目。是，
所以这个是多么惊人啊，非常大，看着一个弹丸之地啊，实际上隐藏了目数非常大。当我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作为观战者为程耀业，我是想他赢啊，我就心想哎呀，赶紧挤掉赶紧挤掉，别把人心里边就想着千万别错过了，想别给错过了，哎，这个地方被歼，是不是这个地方冲断就没了，着急，心里着急，着急难免是着急。那么陈耀烨很稳啊，很稳。其实我印象中啊，现在因为现在年轻棋手都很厉害嘛，是他们相互之间呢，也是有评价，因为我们采访当中呢也会问到一些棋手，大家对陈耀烨的评价，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相同，就说陈耀烨局部的算路特别出色啊。对局部的这种感觉呀、非常敏锐，即使在这个现在计算力为王啊，即使在这种阶段他都是很出色的啊，出类拔萃的，确实是很，所以这种点啊，我觉得陈耀烨下出来也不奇怪。他所以先挡，挡完之后你趁着你没有能够在一路搬的时候，我就要马上要挤过，这本来就是他的长处。这地方一挤差不多也就是个胜招，他马上接起来，渡过，我渡过。这个黑棋呢，没有继续硬，不能落后手。他没法硬了，结果再躲在这儿，破左边的目数。这棋也很大，也很大。不用说，这个棋白棋如果走这手，大家看一看，空就增加不少。是，这也十多目。所以他现在要走在这里，非常的这高手下棋非常忌讳跟着走。不愿意啊，心情上不愿意。那个从技术来说呢，跟着对方走很难有好结果。他打吃，很厚啊，陈耀烨下的。你要鼓下来啊。对。我得早晚不要打你吗？我就现在提前打。他挖。挖。整形。整形。借这个气质来整形。整一招一招，摆得慢一点，不着急。一提了之后再拍上去。再拍。他觉得这个形状呢很厚，这样一来呢，他这个子当然要接起来了，不能再不接了。这个子是接在这儿，不是接在，对啊，如果接在这里的话，接在这里是不是对手他断你？他也不能断，他早晚他是要担心他断的，就是早晚他得走。接在这里好像也可以，你问题问的其实问的挺好。对，打吃嘛，第一反都是接上，不见得不可以。我觉得他可能也就是走在这种地方啊。主要这种地方呢，他主要是可能是判断到底是便宜还是不便宜的问题，对吧？他肯定要再也不能让你吃通了嘛，对，对不对？现在就是目数啊，每目都要抠住。没错，现在他就走在这儿，提了，要提子，提掉，他就接了。这地方呢，应该说是黑的呢，这地方下的还是不错的。最关键是什么呢？这块棋你整个又不活了，哎，他又要冲你了，还有冲，哎，你整块不活呀。刚才这个点到这儿他是脱先了，对啊，又粘过来了，那他还是粘了。他粘的目的就是为了瞄着你，他认为你应该补的，那还是粘的好。走在这里之后，我们解说的这个十九目就实现了，马上立。这个太愉快了。这地方呢，又有一个说法，很多棋手啊，包括业余棋手，他们就有的时候会提出一个问题呢来问我，就例如像这种地方，他说这种地方到底是应该藏呢，还是应该搬了粘上的？搬了粘上的，实际上呢，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其实呢，你会算目你就知道。其实从目数上来说是一样的，他就算立下来，对不对？你也是将来被冲，他的空也都是这样。如果搬粘你跟着走的话，目数是一致的，是一样的。但是呢，搬粘之后呢，他通常会不理了，哎，然后呢，你也就是这个搬，这个一路搬呢是五目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能比他多得五目，但是你走这个呢，人家可就要把这个打掉了，所以你是后手，但是你这个长呢，你是先手。带武器不是拐，是要跳进去。对，他要跳，所以很多围棋上的这个下法，咱们不妨做这个总结，就是你凡是马上有一路搬是先手的，你就别弄那搬粘，你就立就行了啊。只要能搬着就行，搬不着的你不要立，啊，对。搬不着你也就别搬，搬粘了之后你再搬，你举个例子啊，
人家已经是这样了，结果你还搬砖，这棋啊就叫什么，怎么形容、这个、超俗。嗯，超俗，超俗。浩老师都比较严厉了，那这个肯定是不、官子来官子角度来看肯定不如三立，就俗到顶了嘛，俗到顶，那你只能走这个。因为你下一步是要这个啊，知道吧，这是一种棋的感觉。嗯，他这个跟他这个相配，由于有这个，嗯，对吧，如果人家是光的没有的，你还有扳接的可能性、嗯、现在人家有这个了，您还在这，这就不可接受了。浩老师从职业的角度啊、哎、来看这个棋，不能忍受刚才那种扳砖，所以不可饶恕，不可饶恕。嗯，绝对不能这么想，一定要查。现在查他简简单单这一查呢，黑棋，哎，他决定啊，他说从这个地方我还要掏两下的、嗯、也是问应手，问问你，哎，他是拐在这里了，对，虎在这没有、他觉得啊很可能是怎么应都被他便宜了。嗯，现在首先我们来看，他不太敢不应，你要有本事不应的话你就走这啊，你牛，你最大的本事是走这个，但是这个棋稍微有一点危险，是断掉，最担心的是有可能是被他断，我觉得直接断了就行，对，断了再打了再藏出来，这个有点太危险了，你这个如果你再藏他还要藏，讨厌吃的话，是不是有翻过来的，对，没错啊，他有翻，如果再打就是有点危险，这个太复杂了，哎，没必要，对白棋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对，但是李世石呢，现在呢，他呢等于呢，就是说，他现在是光脚。嗯。从这个棋下出来。形势来看，肯定是白棋有利。哎哎，就是这个样子。粘上。现在他一看呢，陈耀爷一看呢，走在这里呢，跟他的眼位啊，将来目数啊，也有好处。对。因为陈耀爷对这种地方他很敏感。你再接牢呢，我再搬也还来得及，无所谓。目数来说，这边又便宜了一目。无所谓。你这个总要补。然后这个要搬砖，不要犹豫。嗯，这种地方的搬砖就不要再想着还留着。嗯，这完全没必要。咱们接牢，接牢之后呢，这个地方当然要走了。这么大，大家看到啊，很多已经走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才走这种。对，这地方对于他们来说啊，这种地方啊，走在这里跟他这个交换。大家觉得跟吃口饭喝口水是一个意思，先守一个先守次序，已经不着急了啊，这个前面如果是都是这个燕翅包的话，嗯，这个地方就是白米饭一口，白开水一杯，是早晚的事儿，比较普通的一个，哎，无所谓了，哎，他走这个，这个棋盘呢也是越来越小啊，这个那毫无疑问我当然要理呀，划定界限，对，划定界限，最后呢我们一般的习惯呢都是要把这个界限呢摆给大家看，把这个还有争议的地方给它摆清楚，它的定型法呢是从这个地方来定型，哦，体会一下这个一开局就做活这块棋，我们看看究竟是最后活了几目棋，对了，他走在这儿，这个冲你走这个，你呀还得好好的补活呢，你补得不好你还补不好，我告诉你，嗯，怎么活呢，哎，你要当心，你要简单的走这个的话，这棋还真不活了，一打接牢，由于他这个力的关系，他这个冲是先手，哦，死了，注意刚才当初他虎在这儿啊，没错，等于虎了之后这个挡黑棋的挡是后手，没错，他就逼迫你要走这个，嗯，这个棋呢实际上是损的，为什么，就把这个空啊送给人家成空，正好一打，打这不敢粘呢，那当然不能粘，哪能粘，如果要粘的话是什么情况，粘他就顺手打打就完了嘛，打粘再一路一点不死的，不就别太挺了，我们看看清楚一点，太挺了、这个，我相信爱好者可能跟我一样看得不是特别清楚，这个地方再粘毫无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地方就随便一路点吧，这个棋形如果这样的进行的话一点，哦，有个是随便走这个也死了，走哪个都死了，哎，全死了，你如果打的话眼位不够，哎，随便下来挤吧，哎，这个杀法比较多，只要放纸就行，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因为他补上了，结果呢走完这个之后他被迫只能够走这个，嗯，
走完再只能走这个，他先提掉爽啊，这个关子啊，哎，培养也收起来太愉快了。然后咱们曾经讲过，这块棋是几目呢？最终这块棋呢成了四目地，四目地不要去说它，让它这个地方形成了有空的机会。对，这个。所以其实四目地是不到的。不到，不到。169，170，最后的大场把它接牢了。哇，最后的大关子。最后的大关子，这手棋呢，考虑到他将来的班，班还是先走了之后，你是1、2、3、4、5破掉你五目，然后呢自己的增加1、2、3，这手棋是标标准准的八目棋。标八。标八。嗯，很好。比一个屏幕还大一些。171。171呢，他要走下来呢，就是说要防止你这个地方将来什么是收官子，他冲也是大官子，他冲二路加掉，嗯，加掉，对，加掉搬掉，再跳，跳，嗯，跳也是好棋啊，冲，跳完之后呢搬，这是一路先搬的脚上，到这边先交换了一下次序，77，先手78，冲，冲得很舒服，79，80提劫，提这个劫，他要你要求你补回去，他先接牢接打打吃，啊，这是劫财，嗯，劫财82，83，哎，提吧，没提，算了，他不打了。这个题确实没有意义。这种有的时候呢，就是很差的这个业余棋手，这种地方特别喜欢提回来。提这个的意义是，有可能还给对方留一个劫财。反过来多给人家一个机会，其实都是坏棋。对，没必要。这总是你要接的。这个等于对白棋是一个单关节。这叫无谓的抵抗，无谓，我们不要抵抗。接牢，接这个还是很大，84。然后呢，再走两下，尖进来。85。86，走一走啊，还得冲掉上边，冲很重要。86，这个地方将来确保这个几还是先手。87，88，这个棋都不复杂，再双，他还要冲掉你一把，哎。没有，这随手，对，随手了，对，接牢，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他呢这个走了之后在什么地方走了一个啊，挡住，这个是1、2、3，哎，已经三目，三目半，94，95，他现在团在这儿，便进入小关子。哎，小关子，我们哎能够摆的话呢，我们能有的时间呢，我们就摆一摆。把这个棋谱呢，完整一点。冲，他断掉，断掉，他还挖一个，这关系都不是太大。哎，走，冲，走，接牢，接牢，他还要冲你。嗯。把这个也接紧，现在目这个关子呢，哎，是越来越少了啊，对，弹弹住，108，109，109在什么地方，基本上关子很小了，208，209呢，209是指有提劫，好，提一个，来，他要提劫，提劫呢挺逗，提劫的，提劫的目的要弄得不好，他别他一度过了，所以程耀爷一看呢，断了你的念想，这本来又是先手，对，我就走在这儿，嗯，对不对？你走在这儿呢，他断一把。哎，接牢，将来呢你争取让你能收起吃 啊不就是要吃的，他关键是不肯走这个，他不肯，他走这个的话气没紧住，稍微有利一点的话，形势稍微有利一点的话，这种棋呢正常的话是应该补住的，对，现在他要顽强在这儿，那么随时人家就有可能扑了，嗯，当然扑了你提了你还得接牢，那么这个地方你就要补了，这地方一人两气，
但是这个劫财呢，有可能呢形势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因为你也不能说白棋绝对没有劫财。嗯，你比如说这个先棋，这是不是劫啊？这肯定是劫。这个是不是劫啊？对，你走了这地方，起码有两个劫呢。这块棋我也可以不要的，我就要吃你这块。对。那么这个地方，黑的一定吃得着，吃不着白棋也说不清楚。还有这个可能性，小王，我先冲。啊、哦。走住，我打是不是劫啊？你这头先劫牢的话，我这里先把你拔花。嗯。你如果敢吃这里的话，我再跳下来你也搞不清楚。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觉得这种棋啊，对李世才说就是一种心情。他顽强。顽强之后呢，这个地方呢，但是呢，程耀烨呢一看就急。嗯。也是先手一目。哎。再一冲。后一手棋。这手棋呢，终于呢，他呢不下了。这里是放弃抵抗。那么等于我们呢，先把开场白说一下，这个棋他已经认输了。嗯。认输了之后呢，我们再看着到点的时候呢，我们就随时就收。我们应该先把这个结果宣布给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对了，大家高兴。对。让后天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番棋的这个决赛。你说好消息，肯定知道了。这盘棋呢是陈耀烨直白中盘战胜了李世石九段。对。我觉得陈耀烨这盘棋下的真的是不错。对。我觉得干干净净。咱们有必要介绍一下这盘棋的背景。好，你说。好。这盘棋呢是在济南进行的。啊，济南。对，是在济南。哦。两位棋手呢，这盘棋之前我没好意思说他俩对局记录。哦。因为陈耀烨啊，胜率很低。哦。1-4。哦。我觉得没有结果之前呢，也不想提这事儿。哦。但是先赢了这盘棋之后了，可以说了，现在已经是扳回一局，但是还总比分还是落后啊，还是2-4。2-4，但是呢，以前的战绩啊，不能代表现在的最终的结果。没错没错，不能代表现在，也不能代表今后。是的是的，对吧？嗯，这个语言我觉得怎么听得那么熟呢？这个业绩不只能代表过去，是，不能代表今后。而且李世石这盘棋，我觉得压力其实是很大的。嗯，因为前不久这个 LG 杯啊，就前几天前了。韩国队是8强中全军覆没啊，创造历史了。对，16年来的首次。嗯，所以李世石这一场呢，不仅是他个人的一个冠军争夺，好像似乎还背负着韩国这个围棋界要翻身的这个复仇。对对，这个话有道理。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是在结束之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那么就是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个程耀烨呢，小将呢，获得第一场开场的胜利。是的是的，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啊。嗯，后面两盘赢一盘，最好明天呢就能够，是后天吧，应该啊，后天，对，中间休息一天，能够再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